俗语讲上台总有落台时，一条姻缘线，和家里翁爱着水姑娘，万度家里某甲阴阳师斗空，用借运术化作人，要杀水姑娘。心跳被拍碎的家里翁，为着要成全爱人甲伊的正义面，竟然甘愿和阴阳师控制。失去心性的伊，随便杀死爱人甲温情人啊！看唔到阴阳线，到底要哪收煞呢？上日台湾台29频道，拜五拜五暗时7点半，细说台湾家里看阴面。